In 2011, ultramarathon runner Kevin Lin completed a race that followed the Silk Road, once again using his athletic prowess to bring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hopes that his two legs will carry him far and wide to share Taiwan's people and cultur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那事实上最难忘，我全世界没有遇过有一个民族是这么样子的有人情味，那就是我们台湾人。那我记得我在乌兹别克进哈萨克前，我遇到一群女老师，那他们其实知道说林毅杰要跑到乌兹别克了，可是想不到他们把自己的睡垫拆成一半之后，上面就贴成台湾加油这个字样这样子，然后再。边界等着我，等我跑过去。我看的时候，其实事实上非常的感动啊，那是我的一个动力 ，motivation。然后我还是一样，任何的事情我都是有了一个目标之后，去好好去完整的去计划它、执行它、结束它之后，反省自己，再往下一个目标前进。我想，台湾人最勇敢的精神就是一个坚韧不拔的心。那这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岛屿一样，其实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弹丸之地，但是我们有丰富的文化厚度，然后有很好的教育资源，有一个非常好的地理位置跟环境。那当然有一个更好，我觉得是没有得比的，就是台湾人民的心是非常善良的。那我期许说大家可以一起共同为这片土地好好打拼，那让。世界都听到台湾声音之外，然后我们也可以为这个世界、这个地球做更多的事情。Endurance athlete Kevin Lin has a heart of gold and courage to spare. He is indeed a national hero.